欢迎收看这一节新闻，我是黄海晴。用手提电话或者电脑看影片和玩游戏越来越普遍，有科技公司的新技术还可以提升音效质素，还可以吸转头另一节新闻，敬请留意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海晴。东区海底隧道专营权届满，政府正式收翻隧道。今日是全民运动日，康文署开放辖下多个的康体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。跟住会有天气报告和奥运精华，敬请留意。